今天我们公司有很多员工都没有到公司。一 ，Jacqueline 呢，他已经去了泰国。二 ，Oscar 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三 ，Valin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四 ，Ian 今天又 MC。五呢，就是现在这个 Sabian 也要来跟我抢镜头 ，which is actually 他现在正在 hacking Ian 的电脑，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当当。哈 ，Ian 今天没有来，你在对着他电脑做什么事情？拍我，不要拍我。你很烦的，可以不要拍你，现在不要拍你，顶吗？忙哎。你快点啊，我也是要用 Oops。